你约我来这里，你怎么会堕落成这样？我很感动。你有没有看过威廉省带过梅亚来这里？有。你千万不要剪，我怕你会怀孕。毛巾嘛凉的啦，哎呦。啊，毛巾。好了，刀跟牙，你不要随时对我都产生这种念头。拍水，啊！你怎么连演等人的戏都演那么差？人家等人了吗？啊你，你演才差！不是啊，你约我来这里。玉涵，我要再三跟你说，我跟你只是工作上的关系。不会日久生情。不要这样，我假菜郎，阿弥陀佛。你约我们来这里要干嘛？今天就是要来当清洁员。这是磨铁哦，你知道磨铁要清洁起来，八字要够硬哎。我去拜你咪一根磨铁，那个地毯哦，你一踩下去，三陷下去，然后有脚印，然后这什么东西啊？鼻涕啦，可能那个住的人感冒，流太多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来那个揭开磨铁神秘的面纱。又没有抓到你，太夸张。梁朝伟。哦，不是啊，讲错了，梁鹤群啊，开玩笑啦。那我们先进去参观一下嘛。等了，等了，等了。我跟你讲，前面这个亭子，为什么？这亭子里面的人呢，通常呢都不苟言笑，表情都很镇定。从他们口中，你无法探听，好说有谁来住过。妹妹，我问你一下，一般如果有记者来问说有哪个名人来过，我们都不能回答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能说。那这边有哪个名人来过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今天清洁人员的主管，你所有每一间房间清洁完之后都要经过他的检查。哦，真的，你是清洁的主管，他怎么称呼你？姓潘。潘主任不得了，已经到了一个位置了，旁边还有随护，你看。他你也随护啊？是我们的，我是那亲手教导的，要来教你的。好，所以他等于算是你徒弟就对了。可以这么说。哦 ，OK， 因为两个人长得哈，其实面相很接近，从事一份工作一起久了，就会越来越像那个人。有啊，你看我们两个对不对？你怎么会堕落成这样？我很感动。史上你是第一个女生承认跟我很像，连我老婆都不愿意承认跟我有夫妻脸。人家说，你们两个有夫妻脸，一般都会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我老婆是去厕所哭。那你觉得我穿这一身做清洁工作可以吗？不行，一定要换主任的衣服吗？要换制服，换制服我太开心了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制服癖。各位，到底今天玉涵又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带来大家的惊艳呢？先进一段广告。好，其实没有广告。我们找真正的这个柜台人员，他们相当的神秘。妹妹，来一下。哥哥什么事？说哥哥什么事？我刚刚才说这里的柜台小姐都很震惊而已，她马上就说哥哥什么事。从你任职以来，你有没有看过威廉省带过梅亚来这里？有。你恭维，靠良心的你，哪有什么时候？我后面不是一个。这是做工亏啦，那看拜托哎，康主任。嗨。你们是要带我去扫地？那走，我们跟着康主任的脚步走。对我们真好，还有餐车，有饼干呐，来，沈先生，还没通知康主任要吃东西，我为什么不能吃？房间的备品，等一下你做完，我再送给你啦。好，赶紧，好啊，上重要是哦，弯刀在马步啊。这五块钱一定要放个东西。你不是讲你要加洗柜，地这么爽啊？我讲哦，这一条哦，套起来又一条，差一个字。变成啥样啦？变成凤凰的凤，来有一个鸟嘛。好，我们今天是来做事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大家最常疑惑的一件事情，毛巾到底能不能拿？
可是你们常常整理房间已经发现毛巾少一条少两条，对不对？怎么样、啊、你是清饭店都有这样吗？不会啦，我家的毛巾、欸、都是 W Hotel 的呢。没有啦，我送你啦，我送你。不行啦，他上次送我毛巾，他们家在云林虎尾是很大的毛巾厂，他送我一盒，上面写一个店。哪里啊？我要丢掉，我老婆说不要，说他说总有一天用得到。谁呀、啊？要给谁呀、啊？到底没开始啊？没。好，今天你的工作就在这边，等一下我会请一位资深的。哦，在那边，哎、欸，来大姐，来，大姐被他称呼，我不会叫你大姐，潘小姐，潘小姐，潘小姐，叫小姐，那现在他叫谁？因为咱演艺圈有一个蔡小姐啊，人诶，F 罩杯，诶，野外要叫做斑马，因为你自己不啊，太远了，太远了啦，好，我扮成小姐，这是你的制服，嗯，我也有哦，那我就把你交给他。你要听他的话哦。我是他的人就对了。OK， 不能给他幸福，但是可以给他舒服。哎、欸，来，没有，就是把清洁工作打扫完，就他就会舒服。对，好啊，那不然请他晚上。好啊，你别来偷换啊。不会哦，只会偷瞄一下。你喜欢做 IT 耶？来换衣服。啊！搞屁呀、啊！哎呀！每次你都穿这么好看，我都改成杀猪的。那不好，我跟你换、啊。哎、欸，小姐，我问你一个认真的问题哦、喔，这间是安那？是正经哦、喔，搞这么乱，你看沙发弄成这样，啊，你搞对吧？你搞，哎、欸，真的要呼吁一下，大家要有公德心啊，要玩可以，但是呢，麻烦不要搞这么乱嘛。哎、欸，你们遇到这种客人也是头大，对不对？客人。玩得开心吗？这个我要为你打抱不平，那这样的客人不可取，好，下次我们拒绝往来，除非他住宿费再出多一点。嗯、哎呀，你把我形状用来接得起，那量很大是不是？玉涵，玉涵，我可以拿，你千万不要剪，我怕你会怀孕。明明垃圾桶就在旁边，离他那么近，东西那么多，他偏不丢，就在丢在下面给我看。你刚不是说客人最大吗？啊、你不是说？你这么开始也抱怨了、啊、哦。偶尔也会抱怨一下。好吧，那就来动吧，边动边聊吧。哎、欸，来，我们兵分两路啊、哦。来，所以我们要先收腹。在哪里有个毛巾？我讲起晒。这个房间应该是。啊！怎么了？这是不是会怀孕？遇到这样的情况、嗯，我们就是要拿垃圾袋，反方向把它抓起来。哎、欸，对了。我靠草欸啦，那我都靠车逼啊，就那个东西太多了，那个东西直接讲是什么？姜啊，紫孙啊，紫孙，他积了很多阴德啦，很多积阴啦。哦，今天起来够垃圾的啦，他拜托欸，干嘛啦？不要这样啊！那搞不好是你亲戚，那不然你李白，很像你越弄越糟哎、啊！啊，怎么会掉出来呢？为什么会掉出来呢？啊，没关系了啊！不要！啊！啊！啊！不要！来握个手，好久不见了，大家都歧视我，大家都排斥我。那、啊、你这边现在弄我那边都弄不完了，我要弄到你这边来。哎呀、啊，哦，要求毛巾嘛凉的啦，哎呦，真的是子孙太多了，越积越多。好够凉的吗，哥哥？哎啦，你那边也有，直接丢过去就好了。丢、啊，小心你别给我扫掉哦，我怕你去围着。好，这样子就是 OK 了。垃圾先收出去之后，再来就是补我们的备品。哎、欸，这是我们的战利品，这里大概我看算起来要50亿，最好50亿啊，50亿只那个吧、啊。等一下，啊，垃圾丢哪里？垃圾台这边就是我们的备品这里。嗯哦，啊，这咱买玻璃的来，我拿这个，你休息啊。因为我习惯被颁奖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交给你。哦，无就无只当拿诶 ，just kidding 嘿呀，来，备品放好。对，来，沈同学，来给我小沈喝好吧。小沈好。这样卷嘛哈。对。跟我较水诶，来，玉涵，哦，我你来卷啊，你伫遐咧看，对，嘿呀，对。对半。
你卷慢一点，越慢越好 ，as slow as possible。胯下，看这个啦，在看哪里？看小杰，看你掏到羹啊，那一口都没送哎，好像后母。哦，不简单。你好像那个 Cindy Ray 啦。哦。不是人客，收行为才简单啦。我们的备品，冒刀折牙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是口诀，冒刀折牙巾，呛几个牙刷，阿哥几周哦，清洁包，冒刀折牙巾。刚刚说少了冒跟清，少了刀跟牙，错，这堂扛得做好的呢，当然啦、啊。这堂无困饱会出包。折，对对、嗯。牙在这里，再多一个清洁包，这一个。还有，这个一直拿在手上还是怎么样？那你的口袋的那个，你穿反了啦。我口袋在哪里？枪哎、欸。啊？你俩这么这跟我讲啊？我乖乖，你干嘛都先抬低耶？我哪样呢？那冲下。新同学，你很紧张吗？没有啊，这个。我用嘴巴。啊、你在干嘛啦，玉涵？你不要随，我用牙齿，你不要随时对我都产生这种念头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是你冲下啦哦。难免都会第一次紧张。你第一次的时候会紧张吗？当然会啊。你其他动作我失智老人。我在讲话啊，你底下那叽里叽里，放起来啦。实在哦，我安尼放在家，放在家，安尼嘛都 smart 的。来。这个封条现在可以拿来用厕所嘛，对不对？老板，你今天拿豆心的嘛，再打点广告嘛。不行啦，之后再来确认一下。你动作鞋换给我。不是啦，这不是。你在干嘛啦？去行政院抗议啊！你需要消毒嘞，你的鞋。我这样好像去行政院抗议有没有？刚刚讲的五字诀你还记得吗？来背一次给大家听五字诀。冒刀折牙巾。对。冲脱泡盖送是哪五个？冲脱泡盖送跟 motel 是一样的，冲进房间，脱掉衣服，泡在浴缸，盖上棉被啊，送啊！对，就是安尼，嘿，无，安尼快扛起来哦，无，阿伯，还没，家属我未看过，无，所以未使扛。我只减一项，欠哪一样？欠如意。玉涵，限你15秒钟，15。不是医生，母婴在哪里？5、4、3、2、1，给你快点不一而已啊！阿呢？啊，另外这里要放什么？不是要擦衣服吗？不，不是，可以盖上我们的城堡。先盖上城堡。对，先盖上城堡。好贵啊！好贵啊！好 ，OK， 掌声鼓励。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你不要那么机车哦，玉涵啊，这是你的管区，对不对？刚刚你负责这一区的，缺了 memo 纸，你不带 memo 纸了？我等一下的保险套，你才这样啦、啊你啷一枚用茶壶、啊？害羞气啊，害羞。不爱讲啦，这拢是做行情的啦，那有可能有影讲一摆用两副？我之前去 motel 我都特别 order 说我要五个，好啦，特色带套上去。给他套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就是这个最重要嘿。把它套到底哦。这样啊。哎，对。阿哥再来，咱的遥控器吼，爱转 TV。啊，我不能固定片台嘛，再加片回来。卖本子。有时候房间里面哦，那个有人带老鹰进来，就会留下老鹰毛。你卖讲白哦，老鹰带布料啊，变精你知影？变老鹰精啊！有哦，你卖讲无，我是来讲认真的，我讲袂靠啦。房务人员哦，最挫折的事情就是客人投诉说啊，卫星带无，眉毛子也无，啊，叫咱要收钱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就是咱若要保你行成功，那就爱去。这嘛是很好的运动。啊，会去。好，这种情况。通常我都会比中指，
来试一下，对，试一下它。哦，好 ，OK。阿车一旦在后面，不要对我嘛。哦，对，对他，对他，这样不是对我。哦哦，对，这样子 OK。为什么这样就 OK？ 因为这已经超过一半。哦，你用手指头的一半，个人习惯，这个较长嘛。啊，中指呢？你比一半的时阵。喜欢长的有什么好笑？我怎么听不懂这个笑话在哪里？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他喜欢长的？短的不好吗？长的较好。嘛唔知就尴尬。啊，那长甲粗你要怎样？快点，你在教你怎么折卫生纸啊？就三角形，好，三明治，让客人就是这样啦。哎，这个在家里面也很实用，对不对？大家不要傻傻在那边光看而已哦。把这些 paper 都学下来，在家里面呢用点巧思，像我们模特有这样的规格，欸，老公如果愿意做这些事，老婆一定爱你爱到一万年。我们开始来整理了。哦，床我个人判断是应该是最难的部分。哦，当然是一太二位旅行，你一颗我一颗，把这个缺口戳出来之后，枕头朝下压下去，把空气挤出来。为什么要把空气挤出来？啊，好厉害哦！哎，啊，我空气挤不够多。该出力的时候要出力嘛。我这两夕阳都是该出力不出力，不该出力我口口在出力。好，来，我来，三二一。那这个棉被也是一样，让它抽出来。好了之后，你要让它在地上，要包起来的。对，再来包起来就卷一卷。好，小 baby 送给你。乖好，妈妈没有奶给你喝，妈妈那边有奶。把这个东西放到我们的那个布巾车。安尼，对，这边提去烧嘛吼。嘿，对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要上色。哦，上色，什么都要上色。这个交给你。哦，这个难了。这个秘籍大公开哦，而且这个秘籍啊，不是来自一般普通的饭店哦，是大直地区最顶尖的 motel 啊，怎么样？这边有个扑克牌，这个不行哦，这个玉涵去捡回来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方向注意一下，然后角度注意一下，哎，对，又是你，要把捡干净。啊，你要站在旁边看，对啊，啊，我讲要坐，你无哪看，来，啊，旁边你要收吗？旁边当然啦，啊，哦，旁边都收，帮忙收。来，再来就是我们的被套。这个的难度，不输给那个塞这个床单，当棉被的时候，一家四口弄半天弄不好，那就那么快，看那条河，等一涵来，我们共同合作。这样对不对？对，弄平，把空气挤压出去。加油！怎么做不完？用膝盖把空气，不免徛啦，不免徛啦，嘿。爱徛。好，妹妹，好累哦。妹妹，你下早等。哎，那个折线，对，收。没有。那个折线折进去，对，折进去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它不会背。听同学，我们是来学习的呢。我一摆去一间模特哦，你无？我房门一打开，我看到一个清洁人员哦，安尼困的。我也没有讲他什么，因为我感觉都忝的，我困在一边啊。阿姨当惊醒，不好意思，麦克麦克这样很好，来继续睡。我两安尼困一暝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这间房间整理完了，第一个客人就是我，因为我必须要在这边睡一下。哎，我熊熊忘记了，方向不对，你要朝这个方向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。还是我们一起休息好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也是人，我有七情六欲，我也是血肉之躯啊！不行，忍住！南无，好，恢复清醒。哎，阿娜。刚才这个学生我就听到。左手。就按一直弄，台北滴滴弄，台北滴滴弄。好的啦，他最近哎，那我来这间房间在做瓦工。我最近去生那么长哦。哪里？哦，有。哎呦，安娜啦。我干啥？想要干啥？嘴不干，纯你是笑。安娜呀。电话过来。啊，你这只手陪这个陪。我这手还存出来。当然嘛，是爱出来，若无你要拍死干掉。完了，来去抗议司法不公。我们还有后生要。好累啊！为什么今天被你搞得这么累？我就说这个是最难的部分。好，那你在那一头，我在这一头。啊，妹妹，你坐船头，
哥哥在岸上走。你又来了，什么都能接。好，来来，请继续。把这个床床脚做出来，安内哦，对，安内进去，收进去，顺着床脚，顺着床脚，右手顺着床脚，哦，你东搞西搞，你就是要做出这个美妙的折线啊，啊，那垮开跟随便垂下来那个就差很多了。玉涵，玉涵，玉涵，修饰一下，做床也是一种真的啊，对呀，哦，今天是 OMG，今天是高跳。哦，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哦，都亮了。玉涵，坐一下嘛，对啊。那今天也差不多了，那我就叫我们主任可以进来。啊？他进来干嘛？跟着你的成果啊。OK OK， 啊，怎么写信叫他？他本来是 call。你们有那个 walkie talkie？ 什么是 walkie talkie？ 啊，那个机啊，机啊，爱叫主任。哦，用机啊，机啊，哦，你先叫主任来。请来检查615，谢谢。哦，你平常叫阿康吗？哦，主任，敬礼。那请新人所做的成果就检查一下。来。检查一下，哎，他不是开玩笑的。不然我拿这么好的所在，一天都爱怪小杰。哎，怎么可能？不错啊。不错，今天就可以做这样，不错。谢，就我都感动了。哎，才刚整理完。谢。都擦得那么干净，你还把它自己擦？那为了鼓励你们，今天就让你们用我们的设施，任何设施都可以用。我最想用的设施，我跟玉涵呐，最想用的就是那张床，可以吗？随便你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。啊，你不会讲出去啊？我不好弄，你看照卡这些在不？哎，那可能你们要回避一下，因为我跟玉涵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大功告成 ，Good job！ 太好，太好。这边有缺工的时候再找我，不要以为我是巨星就不好意思。哎，可以来，我一点钱才算恁二十万尔，你是嘞？我二百块一点钱，七千嘛五十万，我真真野财，安尼咔嚓，好，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安尼五十万。我想他哦，他是被那个 motel 耽误的谐星。对呀、啊，他很适合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是被李贵阳嘞？哈哈哈哈哈！请便。OK， 玉涵今天辛苦你了。你辛苦。那我就只好好好的犒赏你了。听好了。好。弄好你啦！他差不多嘞，哎、欸，你当作我是一种垃圾的？没有啦。躺一下休息，哎、欸，我们自己的辛苦的成果，哎呀、啊欸，感受一下，真舒服。哎、欸，来，他说可以给我们使用设施，我们自己来找，好找一颗 OK 的，好比较不会有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些。哎呀、啊，来，哇，好像在仙境哦，心中呢感觉一片的祥和。南无，何方妖孽？竟然闯入我修行的处所，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中坐。我这个人呢，不为妖孽所动，继续修行，不要想要吃唐僧肉。南无。好的，不要闹了啦。哎呀，哎，蒸一下。蒸一下。哎呀，今天这样子弄下来呢，才发现非常的不容易。不容易，真的不简单。大家住到一个房间哦，觉得说哇，好干净哦，好漂亮哦。其实这个背后付出很多的心血，那每个细节都很重要。对，包含说那个棉被啊，然后折角啊、折线啊，然后每个东西放的这个方位啊，那不晓得背后付出的心血非常多啦。那也啊，记得下一次我们投诉这个饭店的时候啊 ，motel 的时候呢，要特别哈，就是不要让清洁人员太辛苦。OK， 啊，玉林哥来代班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代班的，再欢迎呢，随时留言给我们。OK。Good job！ 哎，不要冒点了，能播吗 ？OK。